如果能回到十年前，你会做些什么？在这里，你能返回最初的家，完成那份未了的承诺，寻找过去的自己，一起体验开心的事。但是，那些不应重现的过去也会追上你，是你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世界崩塌的真相。凡事过往，皆为序曲。黑夜无论怎样悠长，白昼总会到来。结束这一切吧，再无所言。找到你了，威尔丹蒂。想要保护属于你的现在，就必须接纳真正的自己。嘘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命运的细丝缠上了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会换一种方式遇见彼此。科尔盖重大犯罪对策部，托特。这次我该说好久不见，还是初次见面呢？管理员，小鸟 ，Operation Alpha， 还记得吧？用不着担心，该结束了，撕碎他们。谢谢你，小道。总觉得有些不合身。